那今天早上哈，这是今天的要哈预约的哈。那今天早上到11点，大概我们26万的目标群里面，大概有大概应该是有16万哈，大概16万人已经哈预约哈。那其中是莫德纳有大概10万嘛哈，11万。那 A G BNT 的有54万哈。那另外再预约，我们就是到今天下午嘛哈，下午6点。那不过因为明后天打的时间都是礼拜六、礼拜天，那有一些地方哈，它供应的开的没有那么多诊，哦，那为了方便大家预约哈，所以我们把施打的日期哦再延长到24号，哦，到24号。所以本来在预约有时候预约不进去，或者就是说预约的时间有时候那2天呢哈，他刚好有事情，那可以记得下礼拜一二三哈，仍然是有哈在。同样有开放让大家预约。